一会儿想上哪里庆祝？不好意思，各位，我晚上有约了。啊，可是我已经订餐厅了。哎，师傅啊，我都行，你定吧。你看你想吃什么？那走吧。 开心开心开心！师傅，你怎么还订了个包间呀？其实就咱们两个人，我们坐大厅就行了。Surprise! Surprise! 惊喜吧！怎么大家都在啊？林老师给我发了这个餐厅的地址，让我召集大家一起来这里给你庆祝。你前脚刚走，我们就集体出发了。